2014，终结合适，终结合适，2014，终结合适，终结合适，2014，终结合适，终结合适，改变我们的生产方式、经济成长的模式，我们可以做到像很多国家做到经济还是持续的成长，但是用电需求零成长。我们要转型走向一个绿色的经济。那我们这边这个大家手上都有一个我爱你我反核的一个牌子，这个辐射的中间本来是辐射的标志，它中间化成我们最在乎最爱最喜欢的人事物。那我们把它写起来，像我这个就是换成地球，然后我爱地球我反核。这个事情是代表说我们要爱的力量来散播来传播出去，来取代核电魔鬼它的辐射污染它的辐射的伤害。今年有一整年的废核的行动。那首先比较大的一件事情是3月8号9号是福岛核灾311核灾的3周年的前夕的周六周日，那我们还会重新回到街头。好，那那个形式我们还会再设计。那总之是3月8号9号我们会重回街头。那这一次绝对不是像去年好像昙花一现，好像啦，因为后面确实我们还做了很多事情，但是在某些人理解是去年的311之前的游行好像昙花一现，309办了一天就结束。那我们还会有许许多多的行动。好，那我们大家3月8号9号会不会重新回来凯道？会。